两个女儿了，现在是第三胎嘛。嗯，全是儿子。是的，全是男孩。都是个男孩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，也是一个。头三个包都是1900克，第四包是1700克。我们最普通的话就是说，四个孩子三间房子。两个女儿了嘛，第三个想着要一个儿子，就结束任务了。都是个男孩。四胞胎的孩子，在按概率来讲是70万分之一，但是四胞胎男孩是352万分之一，确实很罕见，在我们郸城县还是首例。四个孩子。加上上面两个女儿，这六个孩子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我希望我们国家更上一层嘛，谐音呢是繁荣昌盛。